小区所在呢是在山山坡上面，所以它呢享有山景。那这个小区呢，它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小区，只有22栋房子，是非常安静非常安全的一个小区。那这边的学分呢是10分、9分和9分，非常好的学区。那这一系列的户型呢是西班牙殖民地风格，5房5.5卫，它的尺寸呢是3500到4000多尺左右。那它这个户型上的设计呢是非常的合理，非常的受人喜欢的。它的所有的卧室都自己带有自己的卫浴，所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那它的亮点呢就是看它这边有一个门庭，可以四目相望的一个小院子。走进来呢，便是刚才所看到的开放式的大厨房了，配有非常大的中岛。那早上可以在这边享用早餐，外边呢就可以望到院子。那这边院子的尺寸呢也是很大的，而且规规整整的，可以稍作布置，便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嬉闹玩耍的空间。杂物的空间，那在这边呢就是刚刚我所说的一整套的院母房卧室了。那这边还有一个客用的洗手间。
以看到楼下的小四合院哈。那我们二楼分几个方向，那这个方向呢就是二楼的家居室。走吧，跟我一起去主卧和洗衣房看一下吧。那在这个楼梯的尽头呢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主卧。那它主卧的尺寸呢是非常大的，去参观一下。主卧很有趣，有一个内室，还有一个外室。那外室呢，可以做一个自己的读书的小空间，那里面呢就可以布置你的床啊，还有床头柜一类的。那这边呢，还有一个 patio， 就是主卧的阳台。好，那参观完阳台之后呢，跟我一起看一看隔壁邻居家的那个小秋千一类的。你看他们都会享受啊，对着秋千望山景。洗手池中间是我们的浴缸，那浴缸旁边呢有一整面大窗户，可以看到你的后院，还有刚才所说的主卫的 patio 小阳台，这种风格呢其实还挺惬意的。主卧的正对面呢，走到尽头就是我们的洗衣房。